找到两个书架支架，找到书架上横板，两端有白纸的一侧靠上，注意书架支架斜边一侧要朝上放。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，找到书架下横板，中间的孔距离边缘稍长的一侧靠上方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，找到书架竖板，后背有孔，斜边一侧朝上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。整体竖过来，找到书架上后拉板，中间的孔靠下方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，别忘了后面的孔哦。找到书架下后拉板，圆弧朝下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。找到两个腿支架，圈出的孔位靠后方，腿支架底部安上脚垫，找到脚踏板，中间的孔靠下方，对准腿支架上的孔位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。找到横杆，4厘米平头螺丝固定横杆。找到脚踏后拉板，中间白纸靠下方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。找到上后拉板，封边一侧朝下，4厘米尖头螺丝固定。下半部分完成，找到桌面板，圆弧边朝前，上半部分放上桌面板，孔内塞入6厘米平头螺丝，反面用法兰螺母固定，连接上下部分。安装完成。